بیمار.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陆总，不好意思了，怪我没有及时赶到，还害你受了伤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替萌萌谢谢你。苏总客气了，顺手帮忙，小事而已。陆总真是好老板，对以前员工还这么上心，难得。您该的。我看萌萌也吓着了，我先带她回去休息。陆总多担待，好好养伤，早点康复。小宋会来接你吧？来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吧。一个女孩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根本来不及想联系别人。那陆锦明呢？他是突然出现在那儿的，他说是唐总告诉他的。你难道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目的吗？你是在给他追求你的机会吗？什么叫我给他追求机会啊？要不是他今天突然出现在那儿，我们平时都是碰不到面的。学长，你想多了。殷实和金平资本合作那么密切，你们怎么可能碰不到面？平时就算见到了，也是因为工作。你刚不是说碰不到吗？学长，你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过了。他们这些富二代想什么我最清楚了，他们追求人手段就是无孔不入，你这么单纯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你真的想多了，况且陆锦明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在帮他解释吗？你不信任他，你也不信任我。你叫我怎么信任你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太不冷静了，对不起。甜甜，蒸鱼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谢谢航航。菜啊，还是自己家比较好，家来家去的，唾液传染。你干嘛去啊？甜甜，回来。柠檬，你也在这儿啊？那天我约你就神秘兮兮的说自己没时间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情况。怎么，不介绍一下这位青年才俊？啊，你好，
我叫苏贵人。你好，几思甜。啊，小哥哥好有气质啊，这块表很配你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太巧了，陆总和宗总也在这儿呢。真的？陆总也在。嗨。嗨。这么巧，孙总。陆总，又见面了。又见了，苏总。陆总。哎，明明，我发现苏总比你还要高哎。那怎么了？比我高的人多了。我跟陆总还真有缘分啊！上次没喝尽兴，说来再约，没想到在这儿给遇上了。是啊，真挺巧的。那不如一块吃吧。好啊。那什么，我换个大桌，咱们都过来，走。太好了，人都吃饭还热闹，我过去等你啊。刚才没问你就同意了，你不介意啊？不会。那我们过去。好，走。啊，来，你坐。我还以为苏总只喜欢吃西餐呢，这中餐合你胃口吗？家乡菜嘛，在美国的时候就好这么一口，来吃。自己来。甜甜，蒸鱼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谢谢航航。菜啊，还是自己家比较好，加来加去的，唾液传染。我这用的是公勺。陆总说的没错，这老外就喜欢各吃各的，分餐制。不过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吃饭不光是为了吃饱，更多的是一种维系情感的方式。对对对，这是情感问题。我们家明明有点洁癖，这个他有点理解不了。哎，柠檬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柠檬是我大学师妹，同专业嫡亲的。这么巧啊？真的很巧。哎，不过更巧的，我跟我学妹的重逢还拜陆总所赐呢。是吗？那天你喝多了，是我跟柠檬一块把你送回去的。这也是我跟我学妹毕业后第一次见面。明明，你这酒喝的喝成红娘了。哎，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来干一杯。来，节日嘛，干一杯。来，小柠檬，小哥哥。来，节日快乐啊。